台湾民众党在台北市唯一跟征召提名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张齐禄在这边非常高兴的来向大家问候，跟大家请安那齐禄是台湾民众党现任的不分区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已经服务了4年是现在全立院那这个获得公民监督评鉴获奖总次数最多最多的立法委员那也打破过去口袋国会的这个评鉴是口袋国会唯一一位在立法院获得7星级评价的这些立法委员那恳请大家能够支持我们在台湾民众党在全台北市唯一提名的一席的区域立法委员张。